大家今天有没有发现后面少了一个人？少了不是，因为我们刚就是把他 draw off， 就是请了一个人帮我们照顾。因为今天是520，也是我跟 Michael 结婚满一周年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有一点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，然后去庆祝。然后我们就是需要就是请人帮我们照顾不是。所以晚一点再来接他。我们刚刚把车子停好了，然后现在在 Santa Monica， 我们要走路去他们的 downtown。再来逛一个 mall， 刚刚去完海边以后，然后我们去逛了一家日本超市，可是那日本超市比较小，所以就没有拍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来逛 mall，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85°C。这个 mall 还蛮特别，它算是有点半室外、半室内。所以就可以这样子蛮通风的到处散步，好漂亮。我们现在意外的走到了一个意大利的那个 market， 然后超好逛，里面很漂亮，所以就拍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意大利的 market 太好逛了吧！来到我们的 traditional time。然后我们今天还是一样，就是一直吃吃吃吃吃的行程，就是
在西雅图没有办法吃到的东西赶快吃一吃，然后再回西雅图努力的减肥。这个蛋糕的盒子好高级哦，而且是有厚度的那一种，觉得超漂亮。我买的这个呢，这个是，它都是很多 old lady 喜欢的。Chicken tikka masala. Okay. Hi, Bobo. Wow. 我们来吃这个印度的 burrito， 然后应该算是我们在洛杉矶最后一个应该要吃的。然后这也是我看网络上很多人推荐的，然后他们很厉害，他们原本是在那个加油站里面，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好像开了两个餐厅，重的咖喱味哦，好像哇好多，哇好好吃的感觉。是，哦，这是 yogurt。买了一罐乳液，原本只是就是我的手臂，因为在加州很干，然后结果就想说进去擦免费的，结果没想到擦了闻了一个味道很爱，然后我就买了。Take you there.